还不快说。轻微道兄，你可是走火入魔了，为何行事如此古怪？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少废话。门口的那些小贼，趁老子还没发火，快快给我滚出去。你骂谁小贼？要我说，你这老贼才该滚出去。小心。道兄，道兄何必动怒？我修仙之事讲究的便是抱云守一，不扰外物。住口！快说！道兄莫不是考验我定力来的？我法力低微，尚未修炼成天眼天耳，又怎么会知道你蜀山几十年前的旧事？况且，这些事是你亲身所为，又何必苦苦逼问于我？他不是轻微道长。你怎知道？你若是轻微道长，该认得我才对。不会吧？这明明就是轻微道兄。我修炼多年，且和道兄相交数十年，这一点应该不会看错啊。你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？只怕是老眼昏花了吧。哼，你这妖孽，变成人形就以为谁都看不出来了吗？你这妖孽，变成人形就以为谁都看不出来了吗？滚！哼，原来是你这杂碎，杵在这找死吗？滚！你是那天来登剑的那个人？敢问高人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吾辈有此仙缘，真乃三生之幸。蓬莱，这就是人间七十二仙界之一，没个仙人一地死尸。哼，生一死，死一生，本派遭此浩劫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。吾辈修仙乃为修身，至于是否成仙，要看个人资质仙缘。满嘴胡言，什么修仙，根本是无知于人的痴心妄想。此言差矣，贫道修为尚浅，但那蜀山吴老以百岁以上高龄维持天命之貌，已是半仙之体，修仙一道并非无机。妄称半仙，自欺欺人，此等愚行还要妄称仙人？人界果然是六界底层，可笑。请问这位这位高人，蜀山变故和刚才那人有关吗？现在情形如何？刚才那人又是什么人？以你灵能，若非自闭视听，怎会不明各中因果？你这样值得吗？我，你如此禁锢灵力，危险。我自有分寸，不劳他人智慧。哼，本座偏要管，你待如何？你刚刚对他做了什么？我，没有什么呀，
你居然看得到魔族的刻意，没想到，不错。喂，你别走，把话说完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小天，让他走吧。若这剑好用，就好好用它。这么好的剑，你就不要了？那我给你一文钱，就算卖给我了，如何？不用。哎，等等，喂，别走啊你！哼，也好，赚了一文钱，这剑呢，就算你送给我的了，咱们就是朋友了。什么嘛，好了不起的样子！他到底要干嘛呀？每次都这么不明不白的，我都被这红毛给搞糊涂了。请问道长，刚刚那人问你何事？很奇怪，都是些蜀山旧事，比如五长老80年前做过什么之类。可我80年前刚刚入门求道，又如何得知？哎呀，80年前，那现在他们有多大了？已经成精了吧？80年前，他们不过是花甲之龄。啊，60岁，那么老了？那你呢？你今年几岁？贫道已虚度96春。哦，一点也不像哎，看起来好年轻，只有50岁上下的样子。你练的是什么功夫啊？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，你收不收你弟子啊？以姑娘的性格，入我门下恐怕……不教就不教，何必吞吞吐吐？蜀山的变故，道长可知道吗？我已收到青微道兄的信笺，略知一二。这锁妖塔封印解开的原因姑且不论，关键是如何将锁妖塔封印。锁妖塔修筑年代久远，封印方法已无从查考。不过怎样？锁妖塔为武灵之力封印，必无可疑，因此还要从武灵上寻找重新封印之法。武灵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姑娘，要运用武灵只是我的猜测而已，只怕蜀山长老们也是苦无良策，难呐。紫萱姐姐，你们的事情还没跟掌门说呢。私事事小，蜀山已在危难之中，不必横生枝节了。姑娘，决定如何行止？这个邪剑仙在蓬莱惑众不成，必上蜀山捣乱，以蜀山弟子的灵力，很难分别他与青微道长的区别。我必须先赶往蜀山，揭穿他的阴谋。不错，该当如此。此番幸亏姑娘慧眼，贫道以此物相赠，聊表谢意。啊，是仙术书。姑娘果然见识广博，此书富有灵力，即使普通人亦可照书修习，断无走火之危。多谢道长，道长门派重视，可有晚辈能帮忙之处？存亡兴衰，自有天定，不劳姑娘费心了。诸位季节本派之灾，我也不必相瞒。殿外左侧有条密道，可直通海边。哈，这真是太好了，省去我们许多时间。不过切记当退潮时方可通行。这里就是唐家堡了，我要尽快上蜀山，所以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。紫萱姐姐，我也想跟你一起上蜀山。不要任性，
这是很危险的。等蜀山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和长青再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说好了，一定要来看我。你多保重。好，再会。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紫萱姐，天天都得对着个傻瓜。你说什么啊，许仙？能不能大声点儿？喂，喂，不要看啦，都走远啦，既然依依不舍，就跟去啊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从小做梦就是拜入蜀山门下，学会御剑飞行。现在虽然学了一点蜀山仙术，可是连蜀山派大门什么样子都没见过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还不是因为你，留你一个人，要是被唐门的人欺负了，谁帮你呀？我才不用你帮呢。现在我们去哪里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进去偷偷看一眼爷爷就走，好不好？他们不会为难你吗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要啦，爷爷的房间离后门很近，平常也没有什么人，我小心些不会被人发现的，一下下就回来。诶，这么久了还不出来，不会有事吧？哎，幻影，你别随便乱跑啊，要是走丢了，雪晶会打死我的。好吧，我也进去看看。叫你站住你还敢跑？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不知道下人不能来这里吗？你是哪一方的丫头？就哪一方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你教我。你是新来的吧？什么规矩都不懂。我问你，你主子是谁？雪剑。雪剑的丫头我怎么没见过？你主子犯了家规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不如伺候我吧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好好待我？这么说你喜欢我？那当然，小乖乖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不对，那不是喜欢，你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，那和喜欢的不一样。我不要，不要。住手！你是谁？少管闲事。管的就是你。你到底是谁？敢在唐门撒野？我既然敢在唐门撒野，你就没资格知道我是谁，还不快滚。好，算你狠。哼，霹雳堂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你们骗我，我不信，我要见爷爷。你不要红口白牙的乱讲，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吗？我骗你做什么？本来呢，伯父尚未下葬，让你见一面没什么，可是你犯了门规还没有处置，家门遭此大变，你却离家出走，又和霹雳堂不清不楚，为谨慎起见，当然是小心为上。更何况他根本不是唐家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拜祭爷爷？你胡说！不要吵了，雪剑呐，不让你见掌门是你三叔公的主意，他现在拿着掌门令牌代理掌门之职，咱们不能不听他的。你以前的事情现在也没人顾得上追究了，你呀还是赶快走吧。凭什么不追究了？他偷了五毒兽。芷云，那五毒兽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果，掌门也说不必追究了，
咱们唐门已经够乱的了，何必在这种小事上大做文章？爷爷是什么时候过世的？已经2个月。芷云，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安葬？现在是夏天啊，难道你们想那么做？你既然猜出来了，我不妨直说，你爷爷的尸首已经毒变了，这可是几百年也难遇得上的。新掌门要留下来练三尸三重。你们还是不是人？你们没事吧？你来了。你别没大没小的说的那么难听，现在咱们唐门快被霹雳堂吞掉了，存亡就在一线，活人尚可牺牲，何况尸体？就是，要不是你勾结霹雳堂要挟咱们唐门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爷爷就是被你气死的。你胡说。我胡说？你让大家来看看，这大庭广众的，你就这样和不知哪里来的野男人搂搂抱抱？芷云，姑娘家说话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他做得出就不要怕我说，跟下人私奔也罢了，还敢大摇大摆地跑回来耀武扬威，真是不要脸。你，我怎么了？说的哪里不对吗？你说啊。唐小姐，雪见。你干什么的？好大的胆子，谁允许你在唐家堡里乱跑乱撞的？请问唐雪见唐小姐是不是刚刚出去？我问你的话你还没答呢，你倒先问起我来了。是他领我进来的，可是我又找不到他了。哼，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笨，在这里也会迷路。不是迷路，是找不到他。少啰嗦，刚才有个人往碧山跑去了，你要追就去追，不要在门口乱逛。哎，是。奇怪，跑遍整个碧山都没找到雪见，他不会来渔州了吧？干脆我顺道进城，溜回当铺瞧瞧。就这样，我偷偷溜回房间，只拿几件又值钱又小巧的东西，等找到雪见，从此就跟他闯荡江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唉，可惜了我这么多年的收藏，将来一定被他们当垃圾丢掉的。还好，这个时候人都在当厅里，没人会注意到我溜进来。哎呀，带什么东西走好呢？哪样都是宝贝啊，要是姑娘车停在后门口就好了。可是好像那些大侠们身上只带银票和兵器的，没人背个包袱呀，真伤脑筋。就拿这个好了。哎呦，还是算了，这个也不错。哎，对了，虽然这剑不是我自己要拿的，但总是在我身上，还是给当铺些钱为好。就算我替那家伙赎了，他也说过要给我的，我们是朋友嘛。对，就这样，做买卖要公公平平的才好。虽然只有10文钱，已经要了我的命一样难受。啊，不行，天都黑了，要打烊了，我要赶快决定才是，不然过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就不好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宝贝一定要带，这个是我最值钱的汉龙文青玉佩啊。哎，我的白釉剔花瓷瓶怎么会这样？什么声音？有贼，看你往哪里跑，给我打。哎，且慢，看清楚，是我，不是贼。阿天，你这该死的东西，这些日子跑到哪里去了？大伙还以为你让妖怪吃了呢。你给我老实说，你干什么去了？
这个嘛，说来话长了，我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跟您老详详细细的说，好不好？哼，少给我嬉皮笑脸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，给我打！哎，这个，慢，慢，我被坏人捉去了，不是我不想回来，确实是不得已，真的。啊，你身旁的是什么？你敢偷当品，还说不是贼，给我打！慢动手，您听我解释呀，这把剑不是我要拿着它，是它要跟着我的，千真万确，再说我已经给了钱了。胡扯些什么？剑会跟着你？你疯了吗？景天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不是我搞的，真的不是我，他自己要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啊！哎，我已经无家可归了，只好在这里凑合一晚了，也不知道雪见今晚会睡在哪里，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吧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你啊，看来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哥哥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啊，你是谁？谁是你哥哥？哥哥，我是龙葵，你的妹妹小葵呀。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剑仙？不，是剑里的仙女，对不对？我早就知道这剑有古怪。你愿意叫我什么都好，总之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你别过来。为什么？你讨厌我吗？你穿成这样让别人看见成什么样子？我的衣服啊，都被火烧掉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不要走开，我去给你找件衣服。好，就要我最喜欢的广袖流仙裙，可以吗？广袖流仙裙，哎呀，你会真会要，那种经千年而不腐的古代宫廷宝物，根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啊，不可以吗？为什么，哥哥？那是宝物哎。宝物？你说我平常穿的衣服是宝物？哥哥，你一向这样，最会逗我开心。哎呦，见鬼！什么嘛，宝物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可能找到，你到底明不明白啊？没有就算了，我也不难为你这小子。我觉得现在这样不穿衣服也很好啊，蛮凉快的。怎么，一下叫我哥哥，一下又叫我小子？好好好，那我先随便找一件衣服凑合一下好不好？不然你先穿我这件。什么？你这种破衣服是人穿的吗？我可不想要这种廉价的货色。再说你把衣服脱了，我又这样子，万一让别人看到了，可就不知道会怎么说了。反正我是不在乎了。怎么这样？好像跟刚刚不太一样啊。那你要怎样？你去当铺里找啊，多找几件，要又高贵又漂亮的，最好有多少拿多少。
火灯呀。这不是逼我做贼吗？嗯，好，好吧，不过我可只找一件。好了，快去快去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